而且我们从一局嘛，还真是是一局吗？好，应该也是还好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12月17号，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花莲太平洋观光节。那今天呢，现在是大概3:30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彩排，然后晚上9点再回来演出。民宿这边的，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民宿叫做富尔杰民宿，然后呢，它下面是一个叫做传奇咖啡馆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到这边一楼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咖啡厅，然后就从这边走进去。我来带大家上楼看一下，这边。民宿真的很赞，等一下大家看我们那个房间的时候应该会蛮惊讶的。 OK， 那我们住的是205号房。 OK， 打开呢，我先看到这边有两张双人床，赞。然后呢，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最特别，就是它这边里面竟然有球池，然后有个荡秋千。对，这是一个亲子房，赞。然后厕所也超级干净的，超级棒，非常的舒适啊。对，那现在是大概7点多吧，对，那我们等一下8点的时候就要出发了，现在稍微复习一下。现在后台这边 stand by 了，然后呢，因为等一下那个上台我大概只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 setting， 所以我现在先把我的效果器先拿出来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就setting 完，我再把吉他直接拿出去。OK， 等会见。911。花莲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噪音。
花莲。最近我们很喜欢玩个东西，我想要现场朋友都把你们手借给我们，可以吗？摄影机准备一下，让我们记录一下。因为今年没有跟你们一起跨年，所以我想要记录在2021年最后的几天的花莲。我想要现场朋友把你们手都借我，还有后面的朋友坐的朋友也把你们手借给我们，可以吗？像集元气弹那样把元气集给我们。Are you ready?拉起黑金的口袋，快点拎杯转龙腿，别想把烧掉归给会，精彩转播龙马黑，我是真卡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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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真未来。谢谢。晚上的道别，我们称呼为晚安。晚上到餐厅上去吃的东西，我们称呼为晚餐。吃饱的笑容，服务员的笑容，显得特别灿烂。即使没有太阳，这夜晚也不会太过阴暗。说不定我们曾经见过面，也曾经聊过天。或许你我也都忘了，因为资源也算是一个人。每个不同的人事物，让我重新认识的。
走 ，Come on， 明仔载才搁来。大家请把手机给我 ，Come on！ 明仔才搁来，明仔才搁来，明仔才搁来，明仔明仔明仔，明仔才搁来，一定爱搁来，明仔才搁来。谢谢，我们是卓玉，谢谢。谢谢